是吗？就是刚才董哥给我说的那个头等舱休息室，是那个吗？我拿下支架。没事的，航兄，我这个里面不会，不会，不会。我全是这么干的，他不会，他不，而且他给你丢了，你找他，他是会给你那个啥的，他是有责任的，他怎么可能直接给你扔了嘛？他最多给你捡过去，哎，这没人，我给你捡来放着，啊。捡来放着是有可能的，但是他不可能直接给你扔的，他不敢。是那个问题啊。那个贵宾休息室在哪里啊？贵宾休息室，贵宾休息室，贵宾休息室里前面，下面啊，下面不，今晚请您走了。好好好，谢谢。贵宾是不是头等舱啊？贵宾应该就是头等舱的那个休息室吧？天哪，我的名字能管用吗？关键是，我操，我们直播间的都是富哥们儿，全是各种那种坐飞机都是头等舱，啊！我说实话，我坐飞机从来没坐过头等舱，从来没有。这边很多免税店，我知道啊，全是卖包包的，啊，什么卖的茅台酒1499的都是43度的，免了税还要1499。残疾证也能贵宾室休息啊？残疾证都可以吗？这个还真不知道，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你还没有坐过飞机？其实坐，以前我没有坐过飞机，我说我操，他妈飞机肯定是高端人士、有钱人才坐的，错了。当你真正的坐一次，你就知道错了。啊，比如说你去某一个地方，可能它比火车、比其他工具都要便宜。啊，绕几圈了？没有绕几圈啊。坐飞机是最便宜的。头等舱才是有钱人坐的，啊，头等舱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有的时候打折的时候，头等舱它也便宜，啊，头等舱它也便宜，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贵，啊。哎，一个机场它是只有。
它是只有一个贵宾休息室吗？还是有多个呀？我操，又取消。又他娘，又他娘的取消了，我真的。泰迪哥，那个确定是可以进去休息的吗？不会跟董哥那个一样吧？哎，不会跟那个董哥一样吧？先生不好意思，必须要本人的哦。用不了直接买呀，转账给你哦，还可以直接买呀。哦，明白。刚刚董哥让我去，结果没休息的成啊。贵宾室可以吸小快乐吗？免税店，看吧，这就是免税店，全是这种，我都逛了一圈了，全这种适合就是说女人用品，全是包包、化妆品各种啊，你们所谓说的烟酒都没得啊，烟酒都没得啊，可能烟酒不挣钱吧。数码产品有啊，但是便宜200块钱左右，手机，苹果手机带，不是刚刚也带那你们去看了吗？哎，那个贵宾休息室在哪个塔塔？我看看，便宜不了多少，苹果手机之类的刚刚去看过了，苹果14。5300多，好像是5300多。欢迎小你们，欢迎大家。怎么走这么久？还没到的吗？我得去找个贵宾室。贵宾室休息啊。我一个机场感觉好像只有一个贵宾休息室。它不是多个，八星客在这里面，是你们直接翻倍卖哟。VIP 就是咱再找啊，应该还在前面一点点啊，还在前面一点点。飞机晚点了，上回有个完了，晚点，晚了一个半小时啊，很多航班取消了，上回有个哦，晚点，天气原因。我这个不取消，11:30能正常起飞，我就谢天谢地了，真的。我这个是晚点，不是取消，啊，我这个目前还没有取消，有很多取消了，我这个还没取消，
不要瞎说，我这个要取消了我就完蛋了，我今天晚上在这个机场打地铺啊，机场打地铺啊。哦，头等舱，看到头等舱了，头等舱休息室，睡机场大厅，这个椅子上好睡的一品，或者帐篷拿下来直接搭起，直接搭起。哎，泰迪哥到了，美兰机场头等舱，啊，头等舱。是这儿吗？应该是这儿吧。我再次上去，妈的，那个人怕是认得到我了。电梯门要关了，请注意安全。We'll be closing. Please be careful.红出去不存在的，不存在。三楼到了 ，the third floor。泰迪哥，你发给我。电梯门要关了，请注意安全。泰迪哥，你发给我。你把二维码发给我，泰迪哥。口罩肯定戴好。完了，他这个三十秒后要过期了。我们这在摸这儿，在车上没有带。好的，可以了，就到我餐，不，那个您登机门比较远，留一登机时间。啊？登机门比较远，留一登机时间。啊。这里面可以抽烟吗？餐厅外面有个阳台，可以。啊，好，谢谢。餐厅那边有个阳台，我先上个洗手间。洗手间，小零食吃饱，我先上个厕所。泰迪哥，我进来了，我先上个厕所，兄弟们。
海底哥应该不是买的，应该不是，他跟那个董哥那个好像是一样的，好像是一样的，但是他填了我的名字，啊，但是他填了我的名字，应该是的，因为泰迪哥说，如果说不能用，直接就买。第一次自爆了，没有自爆呀、啊。哦，这个是这个里面的东西随便点吧，要钱不？我先过来整个小块了。推。请勿乱扔烟头，我怎么连火都没有，乱扔烟头。自助餐，哦，这儿有点烟器。我的妈呀，兄弟们，看到没？机场的点烟器。什么叫浪费时间？等我先炫一根，等我先炫一根，兄弟们。9:50的，我是11点的，我是11:30的。感谢泰迪哥的飞剑，感谢泰迪哥。感谢泰迪哥的飞机啊。泰迪哥，这个自助餐里面免费不？这个里面的东西免费不？感谢泰迪哥的飞机啊。自助餐哪里下班了吗？没有，我过来的时候看到没有下班。免费你搞快一点，别人要下班了。这才十点都下班了吗？还没有下班，看来还有小姐姐在这儿走呢。先打包，我操！你想笑死我兄弟？那先打包吃了在飞机上去拉是吧？看到没嘛，还没下班。自助飞机餐，我看一下他那个锅里面有什么东西。一般10点钟下班，看来你们都是住过这个，都是住过贵宾室的吗？打包头等舱休息区自助餐，牛皮有排面，不着急。放座位上，就是在这个里面随便吃。那冰柜里面还有好东西呢，我都看到了，还有甜点。我也没坐过头等舱啊，我只是来头等舱体验头等舱的服务。我待会儿还是坐经济舱。我操，这里面好凉快啊！看一下有啥没？我今儿空的。那我们这里有热餐了，你没吃饭吗？还有吃的吗？我没有问一下，没吃饭是吗？啊。可以煮面吗？可以煮面。
煮一份吧，煮一份。早就收了。我们几点钟收啊？8:30就结束了。哇，8:30就结束了。嗯，你等一下啊。好好好好好，啊、好好好。都什么面都行是不？带点辣味吧。有面条，面条。面条，面条，面条。哎，好，稍微等一会儿啊。嗯，不要煮太多了啊。下班了，8:30就下班了，还10点，10点来吃啥呀？我飞机延误了。对，吃夜宵了。哎，好的。多煮几份，吃一份就够了。哎，这个下面还可以看他们二等级的。怎么进来了？董哥跟你那个一样操作，只是他填了我的名字而已。你这个是不是可以改名字，董哥？这个自己拿吗？这个是不是酸芒果？表哥，你看这个酸芒果要的不？给你带点回去。我都不能改名字，泰迪哥那个是改了名字的，管他妈的，来两颗了，哎，少来点，吃点这个，我怕待会儿吃了上飞机拉了，兄弟们，这个面包还能怎么？我帮给你算了。青桔来两颗，飞机有厕所免费的，我知道啊，这个我肯定知道啊，BB哥，在你们啊，这个我都不知道吗？哦，这儿还有这个东西，我在你们啊，一倍半，这个免费炫啊，管饱。哦哟，哦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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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啤酒啊，青岛啤酒整一罐啊！我热你了没有？青岛啤酒整一罐，兄弟们。喝什么芬达？我热你们，啤酒整不来是吧？喝了在飞机上就吐，呵呵呵，喜力，喜力是哪里啊？哪个是喜力？你好，你好啊。好好好，这个吗？喜力是哪个吗？这个吗？哦，这个，啊，喝杯的，没喝过，没喝过，兄弟们，我这一杯，肤浅了，肤浅了，兄弟们，唉，多拿几个无限节，那冰柜就放在那儿了，董哥。面呢？你要吃猪肉还是牛肉？牛肉。小姐，这个有点淡啊，桌子上有盐，或者说那里有酱油醋啊。好，淡点好啊。啊。淡一点好。啊，你乖乖，牛肉面慢点腌。这比表哥的那个牛肉多多了呀！拿个筷子。筷子吗？嗯。
太少了，再来一碗。人家8:30就关门了，兄弟们。8:30就关门了。对呀，现在都10:00了。没有啊，我到机场都已经错过了呀，我到机场都错过了。自助餐差不多吧，董哥，差不多。你看那边还有自助餐的锅呢，但是都已经收工了，下班啊。待会他们骗你的，一会儿你吃完登机的时候会有账单。这碗面58，锤子。他都没有说明码标价，那就是隐形消费，隐形费告他。哇，哎呀，早知道我还吃啥呀，我就直接来这儿搂饱就完事儿了，兄弟们。应该什么贵吃什么，这牛肉面啊，就这个目前就这个最贵。在机场你要去下面吃这一碗面的话，38打底，啊，38打底。VIP 也是花钱买的，对呀，肯定是花钱呀，啥都得花钱，你不然进来免费吃啊？我的鸡排还在不在？在，不要进来。整一个把登机牌搞掉了，免费的谁还吃面，只吃牛肉。董哥，你不会不知道这个里面是免费的吧？你是不是以前 VIP 你只在那坐，你只是坐在外面没进到里面啊？服务员把牛肉全下班了，一个人都没来这儿，这儿一个人都没了。煮完我的最后一碗面就下班了。我现在一个人在这儿，反正要吃就拿，呀。哎，不行。自己去也进不去啊，进不去，我得去放点调料，是有点淡。
象里才贵的。就那个样子。BB 哥上皮是吧？上皮是吧 ，BB 哥？直播间所有都是富人。都是富哥们儿，人均 VIP。人均 VIP 啊，一个人不，这边是吃饭的地方，还有休息的地方，休息的地方还有吃的，水果零食。还可以躺平的那种。赶紧吃早，我还要11:30赶到。我11:00过去都来得及。就那边冰柜刚刚给你们看的那些，这个里面 BB 哥，然后就还有那个冰柜里面的酒水，就没得了。着实够清淡，啤酒开盘吗？怎么个开法，董哥？你待会儿不要让我就是在等。这个开了没喝过，接了，董哥，接了，直接把它吹了，没喝就喝了一口，直接吹，不带停的那种。11:30起飞，它只有这种罐装的，只有这种装的。大不了我真的就是，不要为了这两个飞机，或者你们在这儿错过了那个航班啊。错过航班，我血亏600多。我昨天出的两个面具抵一个飞机，你先喝。不懂哥，没事儿，航兄，没事儿。我这儿过去不是很远，两下就跑过去了。不是都下班了？海口机场不大，三亚机场没去过。我只把里面的牛肉吃了，面不吃。
吃了，我在机场，进机场之前我吃了的，比青岛好喝，比青岛好喝，喝完再来品吧，同志。最多接三瓶，最多接三瓶。完了，东哥，四星差一点，兄弟们，凑一下。凑一下，差的不多，大不了我去飞机上就倒头就睡，睡两个小时酒醒了差不多。感谢东哥的飞机。感谢董哥，感谢董哥的飞机。得吃点东西，不然喝的太多要醉。把机票钱吃回来，我在里面一碗面成本5块钱，要吃多少碗才把吃的回来？600多的机票，你要吃多少才能吃的回来？咋了，天天哥？600多啊，600多还加燃油费。看看我那个延误没有，飞机11:30飞，11:30还早，他搞不好今天晚上还停，今天搞不好飞不了，已经延误了一次了，可能会取消航班，天气原因。
飞不了之前还没睡觉，飞不了那也没办法。估计师傅都在等我吃完，然后他们好下班。咱先喝了吧。不知道啊，我现在不知道啊，不知道能不能飞啊。你说的这个能不能飞，今天我看到一个新闻，我因为一个航班因为天气原因不能飞，好多人还跪地求饶着你们让他去上飞机，属实搞不懂，属实搞不懂这些人。是深圳吗？我今天反正看到了一个新闻的，董哥，整完了。估计那急事了，不可能那么多人有急事啊，不可能那么多人有急事啊，那么多人啊，对吧？那就不知道了。我又不傻，幺七七哥，我又不傻，我才不会拿自己生命开玩笑呢。啊，我才不会拿自己生命开玩笑。喝完了，董哥，两罐啊。没有人下任务，去按摩。等一下，泰迪哥，莫凡，我包里面还有最后一根小快乐，我把它整了。这不是亏了吗？不亏不亏，董哥没有要钱的，没有要钱的，不亏不亏。我把这根小快乐整了，我再去体验一下按摩。还可以在这儿荡秋千，荡秋千啊！还没有飞，还没有飞，肉红哥。飞机延误了。泰迪哥，你花钱了吗？泰迪哥，延误了一个半小时。若风哥延误了半个小时，哦，一个半小时。欢迎日子哥，你吃的啥不要钱白嫖？我在 VIP， 泰迪哥给我安排了一个 VIP，VIP 里面免费吃喝，免费按摩。啊，好像是泰迪哥的券儿，他的券儿。这个里面免费吃喝不要钱，还荡秋千，坐一下，体验一下这个服务。哎，你看，就很舒服。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泰迪哥的，啊，反正他说他写了我的名字，我也不知道花没花钱，中国移动的，其实飞机已经飞走了，为什么？其实飞机已经飞走了，超哥，哎呀，荡一下。直播间的大哥们都真的会享受，哈，会享受。我是第一次体验这个，第一次体验。你在你吃饭的时候飞跑了，你是说董哥的飞机吗？兄弟们，我们的这个四星差的不多，四星差的不多，差三个飞机，兄弟们可以帮忙凑一下，感谢大家。我10:50的样子走过去，走10分钟，然后待会儿带你们到大厅去看一下，再带你们到大厅。VIP 候机厅很正常。不是，超哥，你们觉得很正常，但是我没有那个有吃喝，有啊，我刚刚才吃了碗面，喝了2瓶啤酒，还能走快速通道，对呀，对呀。还只有 VIP 能抽小快乐，普通区里面还抽不了。这不是对这种小快乐的这个爱好者来说，不是那强行让别人来休息室。再吃点别浪费了，长这么大就这么一次。算了，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兄弟。不吃了，感谢泰迪哥，泰迪哥让我体验了人生的第一次的这个 VIP 服务 ，VIP 服务，再整几瓶啤酒，我怕再整几瓶，我连飞机都坐不了了，兄弟们，我怕我再整几瓶，我飞机都坐不了。我整多了，在上面睡一觉倒无所谓，我怕我在飞机上吐嘞。我怕我在飞机上吐了就麻烦了，兄弟们。我待会儿上飞机我就关播了，我现在脑袋都有点晕晕的，飞过去几个两个多小时，要休息个两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我就到了。到重庆1点多，到重庆我就不开播了。吐了，正好空姐服务，走吧，走，带你们去大厅。泰迪哥说还可以按摩，看来泰迪哥一般坐飞机的话都是这个 VIP 服务。去大厅看看有没有。有点小上头。这样，泰迪哥给你的 VIP，这是泰迪哥给我的 VIP 啊，没错啊。泰迪哥给我的，泰迪哥给了我一个码，扫就行了。哪里按摩？那这边还可以上网，还可以打台球。
没有按摩的呀，泰迪哥。我得又去个洗手间，啤酒喝多了。啤酒喝多了，我得上个厕所，兄弟们。没有按摩椅，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有按摩椅呀。都是这种椅子，它并没有按摩椅。心静茶香，心得静。这个地方没有按摩椅，没有按摩椅。我操，这个酒劲儿慢慢的来了，慢慢的来。飞机离我起飞还有一个小时嘞。还有一个小时，他但凡就是差我最后一个人，他会广播通知我，他会广播通知我。这个 VIP 里面稀稀拉拉有那么一两个人，没人，没人啊！兄弟们，我们的四星可以帮忙凑一下，差的不多。他还会打电话给你让你去登记啊。哦 ,VIP 嘛，毕竟是 VIP。哎，可能待会儿还有摆渡车送你去的。摆渡车送你去。对吧，欢迎天天哥。脑袋好晕啊，脑壳好晕，晕嘟嘟的。欢迎兄弟们，欢迎大家。还有空姐牵着你去，你在想什么？找个地方躺一下，躺个灯儿。妈，还有一个小时就要飞了，还躺？他提前半个小时，提前半个小时是应该就得检票，因为他是坐摆渡车过去的，坐摆渡车可能还要坐个十几分钟。眼镜没戴，根本不像 VIP。眼镜。和那个自行车一起发走了，喝茶哥。我说你们在这个机场喝的最晕晕的，我说你们估计也只有我了，只有你是，你说是盲人，空姐牵着你去，买的经济舱。啊，经济舱，
谁有是这个航空公司的老总给我安排了个 VIP 休息室啊，泰迪哥这个承包的这个海南航空的这个老总给我安排了一个休息室啊， VIP 休息室啊，没有人泡茶，差评，他不会是自己去泡吧？哎，兄弟们，不会是自己去泡茶吧？飞机晚点了，飞机晚点了。应该这里面的服务，应该你需要啥你叫他，其他服务自助啊，其他服务是自助啊。这个 VIP 确实是不错啊，这个 VIP 休息室确实是不错，兄弟，但是没有按摩椅，差评啊。加油。本航空公司第5613航班要重庆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您带好随身行李，尽快前往登机了，登机了，登机门关机。乘坐所航空之一5613航班。5613。到重庆的旅客请注意。重庆。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您带好。登机，登机，登机。登机了，登机了。我听到重庆了。妈，提前一个小时登机啊！妈，登机口都改了吗？登机口都改了吗？我的包在我的那个登机口。我的包在登机口，兄弟们。末发飞机会等齐人才飞的，锤子，不可能到点准时飞。你没有上飞机那就不好意思啊，没有到的话就不好意思了。欢迎兄弟们，会广播问题不大，这个问题确实是不大。一般 VIP 休息室的话都是提前通知你啊，都是提前通知。金卡乘客，这个坐飞机还有金卡乘客，这个没有贵宾室通道。
就是单纯的贵宾是吧？哎呀，泰迪哥，早知道有这服务，我提前我6点钟我就到机场等着，我吃到8点半，吃到他们打烊，啊。直接了，我知道会通知啊，通知了你都还没赶上的话，那就不好意思了。早知道有阿伟，都不用在外面吃晚饭，那吃着的呀。我来机场吃自助餐，它不香吗？吃回来一个飞机没掉，喝了2瓶啤酒。喝了2瓶啤酒，吃了碗面，吃了2个甜点，一个飞机应该差不多吧。刚才还买了瓶水，买了瓶，哎，应该把那个里面的水带一瓶的，血亏。你是 VIP， 等你半个小时也不是不可以，那绝对不可以。啊，你让整个飞机等你一个人，你一上飞机绝对被别人骂死。飞机上还有夜宵？好像没有，好像没有夜宵。我坐的那个飞机无餐的，他给我夜宵我也吃不动。啊，欢迎贝勒爷。我操，兄弟们，脑袋好晕啊！喝酒了，等一下旁边的乘客肯定嫌弃我，就嫌弃我呗。嗯，嫌弃我就把票给拿给他看，咋了？嫌弃 VIP 是吧？啊，敢嫌弃 VIP 是吧？你背包托运，我那个小背包还需要托运吗？不需要。小杰，我的自行车还有驮包，一共才173块钱。发到成都，而且还送货上门的那种，一共才173。中铁啊，中铁。我在海花岛那边发要300。还不带行李哦。你不是10点晚点了，给了我买了延误险，给了我50块钱的优惠券啊，赔付了我50块钱的优惠券。汉堡王，这个地方有汉堡王，有董哥。我操，脑袋越来越晕了，上头上的有点快。我操，拿个人货，你妈豁得烂醉去坐飞机。喝得烂醉去坐飞机，真的，多少登机口？221登机口。等一下要吐。喝酒能登机吗？那喝酒跟登机有啥关系呢？啊，
只要不把你抬进去都问题不大。啊，我又要上厕所了，我操了个地界。我又要上厕所，兄弟们。哎妈的！这个卫生间给关掉了。今晚飞机厕所你的专属啊。哦，在登机了，看没？221在登机了，我的背包还在啊。登机登机，重庆，先上个厕所，不管他那么多。啊，兄弟们，四星帮忙可以冲一下，插三个飞机，兄弟们，我上个厕所。还是原机位，必须开车过来接我。没有，开车过来接我多多少少有点不合适，兄弟们。啊，多多少少有点不合适，这么快。走。这包没人拿，谁拿你的嘛？我经常干这种事情，啊，我经常干这种事情。我操，我把包就放在这儿，然后自己去瞎逛，啊，猪妈联系上没？什么意思？猪妈前两天不是来我直播间黑屏刷礼物了吗？老弟啊，然后回来，出来公交了，再回来。猪妈前两天不是来我直播间黑屏刷礼物了吗？你真牛皮，咋啦？咋啦，叶西西？我怎么就牛皮了嘛？包就这样放着，我经常这样干啊，又不是一次了。我以前都是这么干，啊，都这么干。不要调子。你下巴的装饰物可以带一带了，什么装饰物啊？带也行，不带也行。我们得唱出一个
欢迎兄弟们，欢迎大家。我到了重庆，我就不播了，兄弟们。还得到了这边还得坐摆渡车，摆渡车还要坐，哎，无所谓的，先在这儿坐一下吧。那摆渡车，摆渡车都坐满了。他刚刚提前上到东边。哎呀！欢迎兄弟们，欢迎大家。不费天赋，我得去重庆拿我的充电宝。我要是不拿充电宝的话，我就直接费天赋了。这个一看都是冰锅锅，你看这个站姿这么标准。说实话，兄弟们，冰哥哥，兄弟们，四星可以帮忙凑一凑，包柳鱼似的可以帮忙凑一下四星，差的不多，差两个半飞机。感谢兄弟们，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到重庆都快2点钟了。成都见，天天哥。成都见。真重真重。天天哥包里有货吗？四星差点。四星差点，天天哥。哎，登机登机。我操！几号到成都？0.4余时，背包，我说的背包。明天到成都啊。明天到，我又想上厕所了。又想上厕所了，兄弟！我操！啊，真的是喝通了。飞机上有，飞机上它要飞上去平稳了以后，它才开。它要飞到最高空，然后稳定了，它才会开。不然它不开呀。坐摆渡车，哎呀，感谢用户，感谢用户。
这飞机没多少人，都拉了两车过去了。都拉了两车过去了，你以为一个车就拉满了，拉完了呀？啊，现在回内地的人是最多的。现在回内地的人是最多的，因为海南现在太热了。小怪人鱼粉没空啊，太晚了，本来我12:00几就能到，结果现在要1-2点才能到，1点多2点钟才能到。他没空了呀，2点人家都睡觉了，本来是要约的，约直播间的好妹妹，结果不行了。明天回成都啊，明天回成都。欢小姐，回成都待2天，然后去丽江。刚才好像看到人家来直播间问我，谁呀？你说那个丸子糖吗？丸子糖，我跟他说之前没有晚点的时候是12点12点几分到重庆，但是晚点了，约他吃早点，白天上班，他白天上班。白天得上班啊。欢迎兄弟们，一觉基本上就睡到重庆，好困呐，喝多了就想睡，我喝酒不能喝得太猛，喝太猛的扛不住啊。我要去重庆拿东西，拿我的充电宝，我要是不拿充电宝的话，我就直接飞天府机场了。欢迎兄弟们，我已经欢迎177哥，我操，你看这个大哥看直播。
看的。对，某音的妹妹，没错。好妹妹啊，小贵人，能看什么妹？能看什么呢？男的不都看女主播吗？我现在脑袋好晕，我现在脑袋好晕，我想上厕所。想上厕所，我就不应该喝那两瓶啤酒的，真的，喝的又晕又想上厕所，喝了一共喝了三个，喝了两瓶啤酒，喝了一瓶水。一共喝了三个。对呀，他上厕所就是他飞机得飞到高空平稳了以后，飞到最高空平稳了以后，他才会让你上厕所。欢迎这个户外主播，谁哪个来的？欢迎兄弟们，欢迎大家。欢迎兄弟们。郑直乐是谁？郑直乐是谁？还在等人吗？哦，昨天跟咱们 PK 的那个是吧？我今天 PK 赢了两场，败了一场，败给肖书记的。打脑壳啊，好打脑壳。好打脑壳啊。他不是到，他压根就没走。应该是在等人。在等人啊，你晕到柬埔寨？不存在啊，不存在。Thank you.
憋不住啊，我喝酒喝的多太多了，喝酒喝的太多了。我又不确定他什么时候走，我万一下去他就走了呢。妈，11点馒头起飞了，这10点半还没有走。欢迎墨西哥。我发现我真的是个直肠子。这飞机好黑，这飞机不黑，这是在摆渡车上。哎，没有上飞机，阿墨西哥。还没有上飞机啊？飞机上还能直播哟？飞机上直播不了。要坐摆渡车去上飞机。真的服了，兄弟们。看不到他背靠着我的小个人，他背靠着我。不行，我得去上个厕所去。本来是10点。哎，好像要走了。那是真难受啊，指挥官，那是真的难受。两个小时就到重庆了。阿伟看过瀑布吗？南瀑布，我当时还无人机飞了那个瀑布嘞。瀑布没看过，怎么可能？大师兄，当时我跟表哥两个去云南的时候，不是有个南瀑布吗？当时还飞的无人机。
1:30到出机场2-3点的，2点应该能出机场，2点应该问题不大。我上去我就关播了，兄弟们，上飞机我就关播。我真不该接董哥那个盘，我操，那个DJ现在董哥，我如果说出啥问题，你要负全责，董哥。董哥还不在我直播间，明天还播吗？明天去成都啊，明天去成都，明天播呀，咋不播呀？播，明天去成都啊。我到了成都再说吧，再说，我不知道我去不去店里，明天可能去不了，得后天去。明天再说吧，明天再说，我也不知道我明天到哪里，反正明天肯定会到成都，到了成都以后，再看情况。到了。哎呀，我的妈呀！俺实在憋不住了。小的呀，谁大的呀？小的，小怪人。这个不是小飞机啊，这中型飞机，小飞机比这个还小，这属于中型飞机啊。我去重庆，兄弟们，这飞机不算小了，兄弟们，算大了哦，中型不算大，还有比这还小的啊。检票搞快点嘛，我上去先放个水。曼彻斯特，你问个问题，我真的觉得好幼稚哦。啊，
我觉得你好幼稚啊。真憋不住了，兄弟们，但是我要是能憋得住的话我就憋了。我操，待会儿流到裤裆里面了。要兄弟们四行走一走啊，四行差的不多，到了不播了，这么切到了都一点半了，出飞机场两点就不播了。期待我们的《海蓝行》第二集啊，《海蓝行》第二集。大家走，小宝上前。两位是吧？对。25A 座，哎呀，顺利收官，该蹬4.5卡。卫生间现在能上吗？啊，憋不住了。25A。好。我关了。飞机上不让直播。啊，兄弟们。24，还在后面。关了啊，关了。等一会。重庆街啥有拉拉呀？冲的洗手间。兄弟们，那我先关了啊，先关了，拜拜。啊。看看有没有哪个大哥黑屏给我过下四星啊。